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眼来要看的是南投茶厂乡亲对营业堂台湾流浪的看法。六对手好的运通课，方将全归的汉服文化操课，韩国一对前台好上的罗月齐天马去北区的旅行。营业堂台湾流浪 BOT 案已经规划好的，按算民国105年的时间完成。多计是对溪溪县草埔茶许多茶厂、高温草流浪许多营业堂，规个交通路面如何设好设业，也咪是营业堂观光通线亲密爱发展的。故台湾流浪的一天梯爱独立设站，离溪溪县的总店站茶厂还有1公里。茶厂沿路提示讲，通茶过后会引来严肃的措施。茶厂安用来分享营业堂观光的好光景呢？总雄秀陈清伟跟大家去关心。观察天天新的茶厂带来年年的人客，越对日本来的白包客，还有一幅泰式乡下来了。一片是西溪紫线的亲密一站，就算每礼拜两日，还是想来动动你。一台一台游览车顺着台131线而去营业堂，顺路去茶厂观光。茶厂的营业堂两天公路距离大约23公里，设施方出现距离短短，主导茶厂顺风的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规划流浪内通 BOT 案，对茶厂的台湾到营业堂的向山全长4.72公里，比亚台湾清长的鸟孔流浪还要加出2.7公里。那大湾地区呢，是过去是台电的弃土区。那因为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在这边成立以后呢，将来有一个缆车计划，就是从车城到日月潭的象山。那它的车城站的一个起点就在这个区块。我们为了推动这个南部地区呢，到我们日月潭管理处的一个方便性呢，我们也已经有计划呢，来推动从大湾。就是水里的大湾拉到我们日月潭宜池村的这个象山这个地方，那总长呢大概是4.72公里左右。火车经过一片冲浪作为台湾流浪一天梯，分别有16公顷安放。为了这片火车路老流浪接送，也规划到水里老茶厂当中，那个是台湾火车头。茶厂人说，台湾行政强迫要开茶厂当接种魔术人冲刺。我们的一个基层的一个预估呢，是105年去把它完成。那包括建设的时间跟事前的这些招商的一个部分，还有这些用地取得规划，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等等的，我们是逐步的依照期程来进行。当然，我们很乐意见到这个缆车的建设，但是也很担心将来车程聚落的一个衰退。你一个观光点的前面，刚好是一个比你更大的一个观光点的话，更新的观光点的话，游客的注意跟他的一个去向，应该是会往新的地区来发展。茶厂人士就像国土六号通茶效应，头摆下晚通茶时节，交通主要干道台设施线，茶也来来去去，外地人客没有到经过时节，损失消费。国土六号从2年前通茶过后，对国乡的产业发展影响动态。国道六号是对沿菜地的乡民及村外间的方便线呢，是增加一道摩擦。国道六号开通以后呢，大家都跟国道六号面当都直接轮入去玻璃啦，而去乌沙啊，所以经过沿这边查呢，比通查以前减少差不多7成左右，
所以仰雄一台。事实上，我们考量是整个一个地区性，不是一个点的一个发展。那我想，我从积极线进来以后，搭乘火车或者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那个转换，然后再到日月潭，我想这变成一个必经之地。那我想游客来讲呢，现在是已经是边玩啊，边欣赏边体验，它不会只是到日月潭这个点，应该周边都会去。听见流浪对茶厂的影响，也好的快宽泛都有。地方政府认为，所有设施的游厂规划好，创造特色，旅游市场做个行卡台，点到的正面加分呢。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发展起来，必然就会带动周边哈。我在想，大概不会有这个边缘化这样的问题了。啊，更何况如果说量体够，南宫，有人潮就有钱潮嘛哈。我在想，把自己的特色营造得更好，我想不会说因为起点不在车程就会影响，反而因为在大湾临近车程。我想每一个客人，不管去或者是回来，还是会到车程。南茶的做法吼，唔会把我们水里乡边缘化吼。如果讲多开啊，游客很多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配套设施做好吼，多开啊吼，甚至会带动我们水里乡在民国五十几年那个时候小台北那个风华再现的那个情况，一定会改善哦。他家讲的是台北，讲的是五十年前的茶厂，也代表是台湾水利发展的故乡。茶厂纯度的明潭的泰管天厂，是台湾两个储顿式的发电厂，发电量占台湾水利发电的60%。日月潭的水位完全依次量出天厂的名符，到明潭水库来调节。车程在清朝时代呢，就是原住民最远的猎场，它不会再下来。但在日治时期呢，就是大正八年的时候，因为日本人要发展大光发电厂，所以他就利用我们这里从二水进来的轻便车道运输一些器材，所以他把这个铁道的这个轻便铁道呢，他改成七分线，我们讲支线。说到这个大光发电厂是在日据时代新建的。他当初在民国23年新建完成，是亚洲最大的，他启动了整个台湾的这个工商业的发展，把台湾由农业社会带向工业社会，所以呢，造就我们车城的地度繁荣。基隆是天厂施工带来茶厂的繁荣，不过到工厂结束过后，茶厂又转到本本店亲的样的一两十年，多的五十年代。台湾制裁一台公司正常营业，那对于单台领土倒下来的蔬菜，那茶厂准营业总铺，带点茶厂又再个发展起来。到了50年代，我们这个正常兴业的董事长，以前叫做孙乃先生的，他来车城创立，当时可以说在60年代是台湾最庞大的一个牧业集团，哦，造就了我们车城的地位度繁荣。车城呢，从民国48年开始设工厂。然后一直到民国76年，政府的林业政策改变，在这个将近20年中间呢，车城的发展啊，大概65%-70%的居民都在正常公司做事情。林业政策的改变，茶厂又再个点清起来。不过基隆市的发展，留下茶厂的制裁文化，对炖蔬菜的水分暂时感。还有施工前案发的厂房，还能看得出基隆市制裁业有几发展呢？我们形容它是被放到冷冻库去了，因为正常牧业公司把这里的所有生产线都停掉，啊，所以车城呢就变成两子社区，啊，两子老头子带孙子，因为水里没有工厂，哦，所以说造成。人口外流到目前8月份已经破2万，哦，以前是差不多快4万人，现在不到一半，而且又是老人化。旧年的台铁通过后，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成立，茶厂的管理，也近年来观光产业发展，茶厂又有了商机。
地方对台湾流浪又好又味，透过上一样配合，再个创造出茶厂的好光景。要用正面的思考去欢迎它才是对的，因为政府的政策它既然已经规划下去了，就不可能停嘛，啊，不可能停，以及不可能停，你想去阻挡它也不是解决之道，所以。我们曾经有大家坐下来谈过，大家后来还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各自努力啦，啊，把自己的特色，哎，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的面向拓宽，把特色这个加深，好，来面对被边缘化的这个问题。其实台湾流浪的蔬菜，基隆市亲自评估规划这座茶厂，因为茶厂附近的地发展不出流浪 BOT 案，需要商业规模，亲密上接近到台湾。要新建这个观光缆车的时候，评估的地点其实蛮多的，车镇国小也是考虑之一，然后后来还有这个现在所在地的木业展示馆这边，都是考虑的地方。原来我们最早的构想是从车城拉到这个投射盆地，然后再转过来。那现在发觉到这个工程比较浩大，实际效益来讲呢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转换呢就是跟台电呢这边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协调。那也获得他们大体上的一个共识跟支撑，就是从大湾这边呢拉过来到象山。茶厂虽然是一个东家，不过对台湾的向善和现实的考量是兼采抢一支流浪的创战经验，更怕生意做不下去。做那通茶两年营业谈流浪做利益，头年几百万人潮，今年上半年就社会当道，单纯做流浪的抢存太阳二十两万人次。对一个缆车的经营来讲，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蛮高的经营成本的一个设施的啦。那我们看日月潭缆车，它其实是有九族文化村、有日月潭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游客人数在支撑，所以对一个风景游乐区来讲，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面呢，要养一条缆车的话，其实在我们来看是很辛苦的。缆车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只要两边有据点的话，它对这个交通工具的一个生存是有加分效果。假如能够换电区跟缆车是共同来做开发，共同做一个案子的 OT， 这样子的话就会让 OT 业者比较会有大的兴趣。你也谈东片也有爱去救出的流浪，头七片的台湾流浪完成过后，您合作的从西溪县复查去茶厂，再从流浪去营业潭，未来还可能将西溪县搬从到高铁新开的总发展，按用台铁、高铁流浪三者做结合强化。日月潭这个地方其实样态很像香根这样的，我们也有集集线的小火车，然后也有游湖，然后沿途的我们最近发展的台湾好行这样的巴士，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我们搭台铁可以到车城，它其实从车城到日月潭其实就切了这段缆车，大湾缆车，那以后大湾缆车完成之后，它其实就变成一个 loop， 可以把铁路、缆车、游湖，然后以及游乐园，然后以及周游游湖的一个巴士做一个 loop， 一个周游的一个路线，变成把它填补连接起来。对于跟俺呢泉州啊呢台湾流浪哈，如大湾缆车来讲啊，直接直接接对俺呢游客中心面前都等于做双台之前面，可能都差不多站嘛，对啊。按一个岸边的做个码头啊，当然是最方便的，因为它方便。台湾流浪做的讲是营业潭观光旅游通线前面的一部分，而是营业潭的交通路面完成的，不但像是五次水里巷附近的包含西溪、新义同玻璃都享受得到。我们在推动理念上有蛋黄蛋白的这个理念啊，那蛋黄当然是我们最棒的这个日月潭这个周边环潭的一个部分，那只有蛋黄来讲恐怕要整个支撑也可以保有非常多的游客数呢，确实会有所困难，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在营造更好的一个旅游环境呢。因为水里巷吼
饭店业者哈，饭店业者哈会来投资住宿的地方哈，大概哈，去鱼仔潭钓完鱼哈，买转来，安尼水里行来待哈。茶厂希望台湾流浪老火茶供应带来年年的人客，我流浪在观光发展的现代下实行一时过后，流浪营运成本而带来了没听说一张是台湾流浪未来年少面对的问题。